没有了。听闻花满天武艺超群，怎么会养出你这等弱不禁风的儿子？谁说习武之人都要像你们这么野蛮了？我继承的呀，可是我们花家的独门绝学。一阳指，我一根手指都让你们这帮七尺男儿都站不起来。那个，咱别闹了，好不好？你不信是吧？那你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？别，行个事儿，好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，如何？好。你这是什么招式啊？成了，你来试试。等一下啊！你等一下，我再来。加把劲儿啊！怎么样，见识到我一阳指的厉害了吧？老大，这功夫可真神了。